thing. Yeah, now clear the thing off. Now get the flames out.一筐五颜六色的彩色小鸡蛋和另外一筐普通颜色的小鸡，这对于图新鲜的小朋友来说，怎么选择显而易见。特别是在小学门口，我们经常能看见小贩推着五颜六色的小鸡叫卖，别说是小朋友，就连300个月的大朋友也喜欢啊。而这些彩色小鸡到底是怎么来的呢？你要说是天生的，那可就违反自然规律了。其实这些彩色小鸡都是后天染上去的。如果是采用安全无害色素，那可能给小鸡洗洗最早小鸡还能恢复正常。然而为了节约成本多牟利，很多商贩会使用廉价却有毒的染料。刚出生不久的小鸡被这样折腾一番，大多数都活不过一个月，买回去之后可能喂养个几天就小命不保了。更有专家指出，这种染色的动物最好不要触碰，因为这些染料的化学成分不明，接触后很可能造成皮肤过敏，长期触碰更可能有其他伤害，可千万不要图一时新鲜再去购买。仔细看，这是一群来自印度的小鸡，它们的身体竟然是彩色的，正所谓五彩斑斓。我数了数，刚好50只小鸡。只见这个印度小逼崽子用自己的大黑手正在温柔地抚摸小鸡，他到底要干什么？在印度小逼崽的温柔抚摸之下，这几只小鸡竟然陆续地睡着了。难道他学会了什么魔法？印度小逼崽子把5只小鸡摆成了一个形状，把他们的头纷纷朝在了里面，摆成了一个好看的形状。小鸡们都在叽叽喳喳地叫着，但是他们竟然睡着了。此时此刻的小鸡们都进入了梦乡，有一只竟然睁开了眼睛，但是它的脚竟然无法站立。显然他已经被这个印度小杂碎催眠了。有没有人知道小鸡为什么会被催眠？评论区发表您的看法。今天这个无聊的视频就这样结束了，关注我带你看更多的神奇动物。最后别忘了长按点赞2秒钟触发超级赞，感谢你的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。